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清晨，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，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。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，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清晨，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，中的姑娘依然长发云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在文明里的人们。和你唱，世代的传承我假如你先生来自